见的，时空怎么没有崩塌？是即日起搬离公寓。你来试试啊！今天我要让你有去无回。你是不是吃醋？你是不是偷偷喜欢我？柯正月，我爱你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吃螺蛳粉吗？我不喜欢你就不吃了。原来这就是跟恋人散步的感觉。我们一起冷了，说好了一起走，谁也不许先走。这是我心中的未来。将来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因为我家兰才会去找孙德峰，把那天发生的时间、地点一五一十的跟我说清楚。你没事吧？酒店梁路长风街206号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址？我为什么忽然动了那么多他的气？他怎么了？